下次再那么冷的话，我诚恳邀请主办方帮我准备一个暖风机，慢慢吹上来。发型比较帅，我们也比较温暖。来，好，灵魂方向，我们从台中过来，不过这边是我的本地老家乡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我亲友团的实力，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亲友团，来找我的 Facebook， 然后加入我。这个距离还够吗？如果你们还想要更温暖，或让我温暖一点，你们可以靠近一点。啊，不过我们不是一直做那么重的歌曲的，我是要你们来，不要放弃。对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会带来三首歌，可是呢，接下来都是很温馨。充满了王大伟，我们团长爱的歌曲。我要爱你，爱到我最后那天。看秋归咋打，这笑脸弯个几码，成功的皮鞋，是何熊熊喵喵。一路守护你的爱，我要爱你爱到我上尾工，不管心内话讲袂出声，人生的日子有你的陪伴，予我幸福一世人。我要爱你爱到我上尾工，就算身躯袂沉袂重，当我要走的时阵，什么拢留袂落来，只有心留予你一世人。
第一首歌只是假象。什么假象？我们是个温馨的乐团，还没结束，突然听起来像结束了，还有两首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公关打不准，我觉得他公关打不准。看我一下。OK， 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三首歌，因为时间紧迫，接下来还有其他乐团也很棒，那还是要听我们说话一下，不要这样。接下来呢，第三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带动唱的歌曲，这首歌只有一个歌词，一句歌词叫做“就是要你好好的”。好，不要跳舞。对，就是例如说像这样子，哇。就是要你好好的，这样我们更没有要听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缓缓。对，现场最嗨的大概是我。我就是要你好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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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要你好好的，就是要你好好的。
就是要你，就是要你，就是要你好好的，就是要你，我就是要你，就是要你好。魔爪能量饮料的合作乐团，对，所以大家，我知道他那个生活工作很辛苦，喝一罐魔爪让你能量百倍。好，对，公关服务，下次看到绿色买绿色，下次看到黑色买黑色，尽量不要靠近蓝色。其实我也想给他们签呐。我爸每天看到我就，你为什么早上都在喝那个东西？我就说人家赞助的啊，没办法还是要喝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最后要感谢在场的所有人，谢谢你们。对，谢谢阿蒙亲友团，谢谢陈春哲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，《放开自我》。这首歌比较嗨一点，等一下如果你觉得太冷，你还是可以跳起来。对，你看我拿那么重的东西，跳起来。我们是灵魂咆哮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。是我。